感谢你，敬拜你，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享受你的爱，因为你的爱是何等的甘甜。主啊，谢谢你亲诚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主耶稣，我们要一生来爱你，一生来侍奉你，哦，主啊，一生来敬畏你，一生来荣耀你，因为阿爸天父你是配得的。哈利路亚，赞美你。常与我们同在。
主啊，让我们活水得胜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要扩展。主啊，不要按着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想法去说每一件事情，去评论每一件事情，让神的心意领导我们每一个人，照神的话语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主啊，谢谢你，谢谢你阿爸天父，谢谢你主啊，每天我们要心存感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要昼夜思想你的话语。主啊，你说昼夜思想你的话语的人是有福的人。主啊，我们要一颗顺服的心，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蒙福。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每个人真的是行在世界当中，每一天都会遭受撒旦魔鬼的攻击，但是主，我们在你里边，我们不惧怕，不灰心，不上当。主啊，因为你的爱真的是会遮掩一切。哦，主啊，你的爱真的是，哦，主啊，真的是带下了你的能力在我们里边。我们每天靠着你的话语，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更深的来依靠你，更深的来寻求你。主啊，让我们这样有着信心，这个信心让我们建立在磐石上。主啊，真的是给我们真的是有属天的平安、属天的喜乐，让我们真的是支取你哦宝座上的力量。哦，主啊，每天来更新我们，来造就我们。主啊，让我们不被我们的心不要被世界夺去，我们时时刻刻哦，我们的心都要与天父在一起。主啊，让我们的心就像哦，主啊，与葡萄与枝子一样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因为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这样子给孩子，主啊，孩子也在你面前，主啊，放下一切的劳苦重担愁烦，因为天父上帝，你是背负重担的主，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主啊，我用你把我一切的事情交托仰望你，天父，我把前面的道路也交托仰望你，你挪去我身上的负担，哦，你来背负，哦，主啊，你给我信心，哦，主啊，你给我盼望，主啊，这样的信心放在你里边，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这样子，哦，因着你信心看见主般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哈利路亚，赞美你，感谢你，谢谢主这样的爱我们，每天清晨给我们这样子苏醒的灵在我们里边，主啊，这几天孩子真的是因为疲劳过度，哦。主啊，主啊，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孩子真的是要认罪悔改。主啊，你给孩子更加刚强壮胆吧，主啊，给孩子更多的力量吧，来到你的面前，孩子时刻想，真的是力量是从你而来的。但是主啊，时刻有的时候撒旦魔鬼也会偷窃毁坏，但是主耶稣，我靠着你的力量行。主啊，我宣告，我孩子是属于你的，耶稣就是基督，我是你的儿女，一切问题结束了，撒旦魔鬼退去，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都得救了，我们都得胜了，我们是一群蒙恩蒙福的人。主耶稣继续来赐福我们，赐福我们成长的每一个人。主啊，凡来到你面前的，你一一来赐福的，一一来为他前面开路。主啊，你是这个开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主。主啊，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主啊，相信，相信你的作为可畏。主啊，真的，我们每一天真的有的时候为自己的事情所求的时候，还不能达到哦，天父保佑你，你上头来为我们开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安静等候，等候你为我们。主啊，真的是要在你里边靠着你的力量重新得力。哈利路亚，谢谢阿爸天父加爱我们，孩子如此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父啊，清晨我们相聚在父的家中，我们除了感恩还是感恩，除了赞美还是赞美。父啊，真的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父亲的手拉拔着我们往前走，因为我们这个第一代的新移民在美利坚共和国这块土地生存十分的不容易。父啊，我们很多很多时候因为贪恋世间的钱财，我们违背了你，但是父亲，你的手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父啊，请你管教我，使用我，每天都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器皿，让我装备更多的武器来打一个美好的胜仗。父啊，我把我的家人还没有信主
交到你的手上。父啊，你让我做思想工作，让家人看到我身上的光和热，复兴爱我的奇迹。父啊，给我时间。父啊，请你也保守活水教会弟兄姐妹们的平安，能够在牧师师母的带领下，我们都能够走出法兰圣这个社区，让活水的水存留。父啊，我爱你，真的打心里面我爱你。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世间的杂念，我们迷失了方向。父啊，请你挪走我在这些不安跟恐惧。父啊，我把这个月所要做的事交托在神的十字架上。主啊，请你开恩，点亮我前面的路。此上的荣耀是归于主，赞美是归于神，是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在这个都是感谢赞美。父啊，在早晨我感谢赞美你。同人的父，同人的主啊。全能的父，全能的主啊。我同心同意来你面前。我全心全意来到你面前感谢赞美你，我要爱你。我要依靠你。我要依靠你。我爱神，爱感谢我的神。我满心感谢我的神。在哪里？在家里。感谢你在这里。来遮蔽我们。来遮蔽我们。爱我的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凡事都能，凡事都能。父啊，父啊，你在家里，你在这里。不论孩子求什么，你怜悯我们。不论孩子求什么，你怜悯我们。对，因为你看，就一套一个地方来挽救你。你医治我们一切伤痛来荣耀你。谢谢你为了帮助我们。谢谢你的爱来帮助我们。我爱谁爱都有耶和华。我何时刻都需要耶和华。同心同意来依靠你，我的家同心同意来依靠你。因为我爱父不能做，离了天父我们不能做什么。我的家真的好需要耶和华，我的家真的好需要耶和华。有需要耶和华，你是主家流出的宝血来赦免我们。我需要你流出的宝血，耶稣你的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我爱你，耶稣我爱你。我每一个人需要你，我每个人需要你。耶稣你是我们一。每一个生命是我们的拯救，主你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的力量。天天有感恩，耶稣我天天感恩，天天赞美，天天赞美主耶稣，主耶稣，我好需要主耶稣，我好需要主耶稣帮助我们。我的教会好需要耶稣来帮助。我的教会好需要耶稣来帮助我们。我的家好需要耶和华，需要耶稣。我的家好需要耶和华来帮助我们。我的牧师师母天天都需要你，对。我的牧师师母天天都需要你同在。凡事靠你得胜。帮助我们祷告，凡事靠你得胜。靠你凡事都能。靠你凡事都能做。靠牧师师母不能，靠牧师师母不能，靠耶和华的神，靠着凡事都能，靠着主耶和华，凡事都能。只要相信我，因为真神又活又真神。只要相信我们的真神是又真又活的真神。你是我的大牧者，你是我的大牧者。你是万物的主来帮助我们，你是万物的主来帮助我们。是我一个孩子的灵魂有苏醒，是我们每个孩子灵魂苏醒。我要感谢到你，我要感谢赞美你。我天天要荣耀你，我天天来荣耀你。我在家天天向你呼求祷告，我在这天天向你呼求祷告。我知道你垂听我的祷告，我知道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天天在向你的祷告，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人在等待你，主等待你重新得力，等候你重新得力。救赎已过，我变成新。旧事已过，变成新。我感谢耶稣的光来帮助我。我感谢耶稣的光来帮助我。喊就好哭了，我爱你。我爱你。我一生一世跟随你。我一生一世跟随你。我每一个孩子都在面前同心合意来归我的父。我们每个孩子在你面前同心合意来爱我们的父，爱耶稣。耶稣。耶稣，你流出宝血钉在十字架来帮助我们。你流出宝血钉在十字架上，你来帮助我们。我今晚每一个孩子很希望你来听听你。
让每个孩子同心合意来亲近你，合意的心来爱我的耶稣。耶稣，我好爱你。你好为我们。你好爱我们。你也赦免我们的罪。你也赦免我们的罪。三位三界的荣耀你。让我们圣洁的来荣耀你。谢谢你帮助。谢谢你帮助。帮助每个单身。帮助每一个人同心来荣耀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爱。谢谢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个教会的牧师很心满意的听见你。啊，每一个教会的牧师圣母都同心合意来亲近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爱。谢谢你土能得胜者。谢谢你是全能得胜者。父啊。父啊。我每一个人在那个满堂。我每个人在你面前要喜乐，有感恩的要感恩，要赞美，有顺服，要顺服，有忍耐，要忍耐，有为所有所有的人，要爱所有，有感恩，所爱的人。我感谢赞美你。耶稣，你是基督。耶稣，你是基督。你是基督万上神的子。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耶稣，你就是基督。耶稣，你就是基督。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与他们来解决了。一切问题结束了。撒旦魔鬼要退去。撒旦魔鬼退去。我被圣灵充满了。我们被圣灵充满了。我也该得胜了。我已经得胜了。我也该完成那个荣耀了。我已经行出你的荣耀了。你的光来照亮教会了。你的光来照亮教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常常要听见你。常常来亲近你。感恩赞美神，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我们因耶和华所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主，我们要靠你得喜乐，因为我们有时候软弱的时候，主啊，你总是用手扶持着我们，搀扶着我们，让我们有依靠的心。因为也依靠耶和华就是我们从那里得到的喜乐，我们就刚强壮胆，靠你得胜，靠我们的救赎主得胜。因为主耶稣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死了。主啊，我们就这一点，我们感恩再感恩，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又让我们有依靠的心。主，我们在依靠你的时候，主，我们不知必不知羞愧，我们等候你的，主啊，如鹰展翅上腾。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这么美好的主啊应许，让我们来依靠你。主，谢谢你，如果我们身体软弱的，主啊，求你来医治我们。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灵魂软弱的时候，主啊，求你加添我们，让我们刚强壮胆靠着你。主啊，让我们不去依靠着势力，不是去靠人，我们依靠你。依靠你，主，我们就能从你得到满足的力量和喜乐。主，谢谢你，让我们把大事小事交托给你。因为在我们人感觉这个事大的不得了的时候，主啊，我想想神你那么伟大，那么奇妙，在你手中这是一个小小的事情。主，愿意你带领我们交托。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交托，不知道怎样做的时候，主啊，愿你以慈爱怜悯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交托给你。主啊，因为我们一交托的时候，我们就是轻省的，因为你掌管一切大事小事都在你手中，因为你是大案。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带领我们。主啊，祝福我们的家庭，主啊，让我们的家庭，主啊，得到因着你翻转。因为我知道无论出现发生什么事，主啊，都有你的美意。主啊，让我们的心坚定的来跟随你，依靠你的时候，大事小事都是有个美好的结果。主，谢谢你也把我们的教会完全弟兄姐妹牧师师母弟兄姐妹都完全的，主啊，交在你的恩主的圣手中。主啊，愿你来，主啊，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主啊，爱我们，怜悯我们，主啊，扶持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你的，我们一定在你的，主啊，我们因为我们一天我们要凡事的，我们就有谢恩感恩的心来赞美你的，主啊，愿你来扶持帮助我们，谢谢主，哈利路亚。因为教会就是你的金灯台，就是你的肢体，主啊，一旦肢体出现毛病，出现有病的时候，主啊，全身不舒服，主，因为这是你圣经上的话语，我们要做，要因着你，我们感恩你，我们感谢你，愿你帮助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迷失方向，我们不知道怎样做的时候，主啊，愿你扶持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主啊，来翻转，把心归向你。主啊，你的脸来光照我们，我们就得到光。谢谢主，哈利路亚。因为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是主啊，渴慕你的话语，寻求你的话语，赞美你的时候，主啊，主啊，我们的心就像活水一样的涌流。
永不止息的在我们生命中，主，我们要一天几次的学大卫王来赞美主。我们赞美主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我们赞美主的时候，一切问题、一切困难就会脱落。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也祝福还有陈导中，主啊，坚持来的不来的时候，主啊，不知道他们所发生的事，怀着身体，怀着有事情，主啊，都愿意，主啊，来帮助，让他们更多的人苏醒过来，主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必悦纳我们每天向你献上的敬拜和感恩，主啊，谢谢你，赞美你，把一切荣耀、权柄、爱戴归给你。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主啊，我们每天清早来到殿中，就是为了敬拜你，为了感谢你，为了赞美你，也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会让我们灵苏醒。主啊，哎呀，主啊，为什么一波一平一波又来？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也不想知道，因为我们的主知道，我们主是万能的。我相信每一件事都有你，都是你的美意。主啊，愿你赐下和睦为的灵在我们的教会，愿我们的牧师师母，还有同工们，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愿我们都行在你旨意当中，都按你的行意、你的旨意行事。我们真的，我们是很渺小，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的主是万能的，神一切事情、一切的命定，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掌握你的之中。因为你坐在，因为你拥有我们的生命的答案，我们的主，你坐在宝座上，垂听我们的呼求，我们的祷告。主啊，愿你保守我们的教会，保守我们的牧师，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感谢你赞美，还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的赞美达到你的天庭。主圣灵，愿你来，我们爱你。我们真是不知道如何去祷告，但是主圣灵，你用贪喜的心意为我们代求，为这个教会来代求，为所有关乎我们的事来代求。我们真需要你，唯独你知道，唯独你明白。你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的，所有的完全都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正在引领我们，你正在帮助我们，唯独圣灵，你参透万事，我们不靠自己的实力，不靠自己的才能，唯独靠耶和华你的灵，风能行事。这个教会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我们将牧师师母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将我们的弟兄姐妹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我们将心交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口的水泉一流转过来，流转过来。主啊，一切一切都由从心发出。我们知道，主啊，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要举目仰望你。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不睡觉，不打盹，帮助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出于的平安。主啊，愉悦的，你加给我们力量；贫乏的，主啊，你赐给我们的能力，使我们胜过所有周围的环境，胜过所有的黑暗权势。因为你是我们的帮助者，你是我们的光。哦，主啊，你的光在哪里？哪里黑暗就要离开。我们知道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所以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还浇灌我们，充满我们。主啊，有你的帮助，有你的引领，我们必走在光明的路上，必得见光。主，你就是那光，你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哈利路亚，你是我们的生命。主啊，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亮光。主啊，你是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见光。主啊，我们在光中寻找，必然是得胜的。这个教会是行在你的光中，主啊，必得见光。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牧者能够行在你的光中。主啊，所有的黑暗情绪，
不能靠近他，所有的黑暗显示看到光就要离开逃跑了。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宣告这个教会是得胜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合你心意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以你的话语为根基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哈利路亚耶和华所喜悦悦纳的教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耶稣，赞美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是神的宝贝，我们是神的儿女。耶稣啊，你就是基督，你就是基督，我们靠着基督是凡事的得胜。耶稣就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已经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里面，被世界的大，被所有问题都大。你是得胜者，你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得胜者，我们就是要成为得胜者。我们要宣告我们教会的每一位都是得胜者。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耶稣你就是基督，哈利路亚，我们是神宝贝的孩子们，哈利路亚，我们所有的问题你定为我们解决了，所有的撒旦魔鬼都要从我们生命中退去，从我们周围中退去，哈利路亚，从我们的家庭中退去，哈利路亚。主啊，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被圣灵充满浇灌，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主耶稣，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是成为得胜的教会。主耶稣啊，成为社区的得胜的教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